子琳，我去找工作了。跟爸爸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野光。中秋节快到了，我们这里的食品厂又开工了。你要上学要花钱，今天我去食品厂找份工作挣钱。我今天是挣的。毛个招牌榜上，发售了，刚才回家的吃饭啊。吃了。终于到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去年我就是来这家食品厂上班。老板，请进。老板，你看值得够呢，去年我来你们食品厂上班。人都没下午，走到走到。谢谢。想洗不想洗？走到。李总，中秋节到了，你们食品厂可开始走夜班了。开始了，下午。我想来你们这点上班。下午不好死了，我们人一起着急了，真的。没其他岗位可需要保安、打扫卫生呢，或者是驾驶员开车送货。哎呀，下午不好死了，去岗位人去不都着急了？要么你来我跑跑业务，卖卖衣本，我给你提成。李总，跑业务我没得这方面的经验。媳妇儿，你不是喜欢破食品吗？你可要呢？一本嘛卖给你那些网友了啥？你们卖那一本有点贵，我怕卖不出去啊。媳妇儿，我这个一本是真材实料，我相信你那些网友会买呢。我这几年了嘛，我不做线上，我都是做线下，做了多少年，我都是卖回摊口。你看看瞧瞧，我拿它卖给你那些网友。虽然我们食品厂的一本有点小贵。天干品质是特别好呢，来，我拿给你尝尝。小妹，你尝尝。的确很好吃。李总，你这个日本是我家乡的大品牌，我从小长大是吃你家的日本长大的了。你家这个口感了嘛，从来没变过。只是卖你点贵，小妹，真材实料，我肯定要卖贵一点的嘛。你说的有道理呢。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月饼。爸爸，小妹喝盆水。谢谢。小妹，这点是生产车间工厂，在我带你去店上瞧瞧，店上有好些插牌。在吗？在。好。哥，小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厂上生产的一本了，大的小的都有。哦，种类特别多。多呢。但是我的网友都说的是老年人。老年人估计做的可以随意一本，说想又做呢，再我带你去瞧瞧。怎么？哥，小不，我就这个就是专门为老年人做的随意一本了，有三个。手摸呢？摸呢？哥，敲呢？三个。这个就是新的了。怎么为老年人做的了？老年人特别喜欢吃。哦，我放的是好吃呢。好，小吴，这货嘛，你没嫌少，你拿回去尝尝，我们再卖给你的朋友吃，可是？没嫌尝尝，好吃嘛，再喊我的朋友嘛。是呐，你尝尝，不好吃嘛就没给你卖，可是？好呢，好呢。好。没得走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小吴，你慢走，可？好。哦，真的，这个你们在这点？哦，叶冠，来来，走到走到，排排包包给你吃。好了嘛。完了。来，叶冠，
跟你摆大呢。哦，妈客气，妈客气，真到他客气了。吃哒吃哒。嗯，八糟。哦，这包包包吃饭可能连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嗯，真的，你可是吃早包包吃胖了。这个谁能把吃不胖？